我们整个产业链的连接有超过10个，那最新的也有 AI 跟绿能，甚至在发展长照。那其中刚才您提到的农业是其中一个，很早我们就发展。我要很坦率的讲说，孩子其实不是都是想要去考会考的，很多孩子对于手作体验，甚至摸这个泥土，感受这个芬芳，他有他自己的感觉。但有时候我们的教育没有给他机会，我们在暑假就有一些计划，让孩子透过这些青农或是业师的带领，去实际进到那个农场，那个真正的场域才有生命，而不是在教室内学习。困难点的部分，第一个少子化的环境的这一块，包含餐饮业所有的企业，事实上都会，就是它的一些总量的部分是在逐年逐年的一个减少。一些优秀的资讯设计人才，他们在不管在毕业或在找工作，他们其实会优先到北部或者是新竹。那相对我们在台中的资讯相关产业，在找相关的资讯人才的时候，就会遇到一些瓶颈跟困境。招进来的员工啊，没有办法符合我们的需求。他的课程或者学校的老师的专长不一定跟我们完全一样。那如果从主管跟工程师来谈的话，我们遇到的状况是，第一个就是英文能力的问题，第二个部分就是独立思考跟系统性思考的问题。我们在寻找人才这个部分，很难同一个人有理论上面的基础，同时也有比较深的现场工作经验。业界跟学界去整合出，实际上，学完之后现场能用的就产学零落差。那所以学生觉得在这个试探或学习过程当中会感受到它的实用性，那这个对于这个学生是很有帮助。我们希望能够发展推动出台中市比较创新优质的一种产学合作模式。以大甲高目前我们就是跟潭雅省工业厂商协进会，那这做整个平台，我们来做一些课程的教学、课程的规划跟课程的评量，就事先到厂商那边跟企业这边了解他们所遇到的困难还有难处，或者是现在正在着手的案子。所以呢，我们将这些结果告诉目前的高中职，让他们在学校模拟这种状况，等到这一批学生上了大学了以后，就直接到厂商那边真枪实弹的操作这些案子。当然身为大学端的我们就在他的身旁协助帮助这些学生。我们技职教育体系的孩子，实际上如果有一个充分的职场让他们去学习，一定能够有帮助于在学校的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动机。新的希望工程带给孩子很大的一个思想的改变，孩子们提早我们就让他进入职场，那这样他大概经过几年可以找到他很好的方向。学生在高中时期我们就已经开始做一个人才的培育，所以他会把厂商的一个需求把它考量进来。我们在低阶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培训新人的部分可能会比较缺乏，那刚好有这个计划可以引进一些新人进来，那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很有帮助。难免会有一些比如说一般大学生翘课啦、翘班啦，或是打瞌睡啦，难免会有这种情况，毕竟小朋友嘛，借此慢慢了解一下什么是职场上的伦理，要遵守哪些事情，这样以后会比较有敬业的态度。那基本上我们对他们目前的表现算是相当满意，那也对他们努力的那种态度觉得相当肯定。产学合作一直是台中基金一个很棒的一个进才的管道，包含我们的主管来讲也是不断的从这个培育当中去遴选出来，那所以我们一直相信说产学合作是一个很好的进用人才的管道。学生一到公司之后呢，就会由我们的专任导师来带着一起包括学习包括生活部分来做个辅导。学生的特色就是活泼而且具创新，以我们这个比较历史优质的公司来讲的话，也蛮需要创新与这样活泼的气氛。这样子的学员生在公司里面他所能够培训的时间相对的就比较长一点点，那我们可以用这样子4年5年的时间帮他们规划，让他们在所有在公司上的这些作业都能够相对的一个更加的了解，在他们毕业的时候就能够有多的一层的选择，能够留下来在我们的公司继续的服务。我们早晚都是要踏入社会，
第一点就是要先学一技之长。现在每个公司要的是人才，你要自己在里面中慢慢学习，慢慢成长。学校跟工厂的差别就是，学校只能用影片跟图片来讲解，但到工厂，工厂会实际带你到各家工厂、各家制程去看，从成品到出货中间的流程有哪些。工厂学的比学校还多。有，因为我觉得比起是目标，我觉得更像是定位。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因为现在的工作就是以往在学校学不到的。虽然我们经验比前辈们少了很多，可是我相信一步一步慢慢累积，我们一定可以打造出自己的一片天。职场上的多元化呢，它可以让我找到更好的方向，也让我发现系统管理才是真正我想要的。